所以摆的比较好，是不是中人？大好的给你，要不要？大，好。因为肉鱼不是我的专门科了。还有什么？这个200。来。你觉得要我去哪里了？哎呀，还是海草丝啊。哎，有一只海草丝啊。啊？加水没有？卖完了，三个，快点。没有。可以，我不能开到公寓哦。可是没有那么重。他讲国语就没有，他会搞错。是啊，我的破。做表会开到公寓。开到公寓顺当的，你得。你啊，你啊，怕的嘛。那你得一边开到公寓，就顺当。他以前在伊的作品里面开到公寓。那现在嘛，人讲话现在开到公寓都当。200分，哦，谢谢。两千万买了，我还靠几个单？对啊，我还是习惯讲可以。关键是澳台币。哎呀，现在小朋友，他进小嘛。那你说每班够空？对啊。今天看反正总够风一直滚。没有，前两天呢，镜头就是雨蛮重，看到风而已。要下班了吼。哎呀，发生大事。看你摆包都在要下班了。那个木瓜牛奶倒了啦。倒了。跌停浪了。跌停浪了啊。这个你要盖小趴地就开了。我今天摆够零九啊，今天摆也未大啊。他穿不够辣。今仔我就去后壁，卖当镜头头前啊。我来家，你几年次？秘密。年纪是秘密。咋一回？零零的了。零一。零一啊！九年级啊！来100块，进来，我来了。现在摇篮看到还80后，再来90后，我总公布啊，看到生活摄影老爹们最好啊。他同学妈妈生了，我问阿妈。同爸，同爸。我问同学。要不？同学怎么是阿公啊？你有同学怎么是阿公啊？我蛮厉害呢。从高中里的跑步啊，可是哈，我都看好那个你大少举，你就会少举。哦，我觉得也有差。比我看不不，刚刚不可能，比小弟这里的更大。人家不固定啊。我不需要你的固定啊，你看看。好，谢谢。这是波音。这是波音。刚刚是啥？刚刚是啥？我来一个，我用准点在等用的。来，见一个杀一个，见两个杀一个。你要跟我对上的，他比较大，没有他比较大。没有没有，他比较大。顺 Kimai 的儿子比较大一点。
如果偶音偶音分没电的话，就这样哦。现在在开讲，现在在开讲。没有，我跟企鹅在讨论哪一间比较好玩，他说下次要带我去了。少一个人，空箱子就这样子。没有哦。爬干哪山呢？哪种爬社会？空箱子没人整理就是这样子。200。晚收就晚收。
我们要这样。三八七零三。我们两个吗？对啊。是吧？是你的，我是家，我也是家。哎，不是的。请进来，老弟。你也是家啊？你我不是家啦。你家没有水桶的。Thank you.
跟铜牌车还没开放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就在玩无牌车了啊。就生那时候最大的游戏就是跑给警察追，因为是没有牌的，那时候的中机没有牌，怎么跑给警察追呢？我告诉你，如果前方是红灯的话，我们远远看到前方是红灯的话，我们就只会放慢油门，让它慢慢滑。然后呢，绝对不能停红灯。骑无牌车最大的一点，骑绝对不能停红绿灯下来，就算真的停下来，也要前后左右看一下。没有警察，绝对不能有警察，绝对不能让他有机会拔你的钥匙，要不然被他拦下来，这台车就是报废，趁起来买。我还记得以前去那个跟朋友出去玩，那个在那个台二一跟一三六这样子，骑无牌车最大的乐趣就是，也不是乐趣，当年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跑给警察追。以前的网络不发达嘛，没有比较难通报嘛，所以比较好跑。以前没有什么快打部队啊，然后拦车网啊，所以都跑得掉了。梦幻车种就是基地啊，跟 NSR 二。那个模型在那下面。那老弟，你就把张台甲就是比那个，那叫武器。对，他那个什么药？武器有结构，先比那个药啊。我刚刚写上那个三十下面。哎呀，不会冷哎。然后，谁要冷哎？他由于我团队去领地调整单啊。你要开车，进社会哦。对，那个彩条那个好，那个钓鱼群。哎，真喜欢他嘞。对，钓鱼群啊，钓鱼群。会加水吗？好不好？啊。哎呀，看你要不要调一下哈。OK。好。好，拜拜。我怀疑阿水，阿爷呢？阿妹，这三块五百。三块五百，还是停车嘞？会吧。还在这边啊？直接去了。对啊。我说，我说公路搞起没得去啊。系啊。好的。我拄好你去两届啊。哎，五百、三百、五百、五百一、三百、八百。买两百。哇，这么多！好，大家喜欢好喝。